马栏山避暑山庄开张大吉，预备开始，腿离得近点去。女生呢要吃完冰淇淋，男生就把冰冻的会服穿到自己的身上。各种嘉宾费尽心思来抢戏，游戏做这么做作干什么？现在江疏影把维嘉的 T 恤已经扯到这儿了，这戏完全被抢走了。最后他还发了个大招，把整个这个挣脱了，你知道吗？星期六晚8:10 ，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，乐享极致 ，vivo 智能手机。